求求你别杀我爹爹。你知道我好想你。这是杀破狼三星的命数，若被外族利用，那三界就要大乱了。我终于自由了。下三界频频来报，各地军藏魔器齐扰，怕是九幽带上了新的魔神。是你，是你杀了我爹爹。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废人，活着比死了更痛苦。锦觅仙子洗去在天界的记忆，去凡间历劫数十载，千年已过，我们也是时候出手了。属下遵命。是那魔君就会出现。你没事吧？魏和心跳得如此快，发现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在。情至此为肉骨相思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喜欢他。若能放任情感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那魔气的时时蛊惑，我只怕你扛不住。有戏。你对这个人心软了吗？难道非要服下断情丹你才能控制自己吗？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了。以下棋局已起，风波不会断。若有谁敢在本尊头上过问，本尊定会饶他。顺从你心里的魔性吧，只要你成了魔，你就再也不用承受这种痛苦，你就可以无拘无束了。还要听你断尾藤成双足，废物。你为什么救我？我告诉你，杀人嗜血就是本姑娘人生唯一的乐趣。我骗了他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只是在利用你。本业中，他难道就是一个祭品吗？哥，来吧，天机。本源，我以为这次我终于可以不用再这么孤孤单单一个人。天地一位列仙班，晋升为上仙。无论他遭遇何事，何等伤心，时辰一到，劫难将至，神尊切不可出手相助。待真相大白之后，你的所作所为定会像魔气般纠缠他，折磨他。此事千万不能让锦觅知道。你本就身染魔气，必死无疑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缘来生，这真是与你在一起。你不可以死，你答应过我的。不管要等多久，我都一定会等你回来。我会等着我们重逢的那一天。Thank you.
Thank you.